足球、乒乓球吧，有乒乓球和跳水之类的。我比较关注的一方面是跳水，另一方面看篮球吧。虽然说没有中国队，好像我比如跳水、乒乓球，那个还有羽毛球等。女排跟中国跳水。男子弓箭摔跤。我自己是练这个的吗？孙颖莎。这个跳水运动员韩红婵。六边形战士马龙。钱海涛，87公斤级的古典摔跤运动员，我想为他加油。吴彦妮，他特别代表中国的年轻人的精神。各位奥运健儿，加油！孙文莎，我喺湖南大学为你加油。孙颖莎，陈梦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中国加油！中国奥运健儿加油！曾浩涛，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中国奥运健儿加油！中国篮球雄起！加油！